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哎，来啦！哇，这个男人好威武，好霸气，好爷们儿啊！你要干什么？你们这儿最有味道的姑娘在哪儿？走，我带你去找我们这儿最有味道的姑娘。这里没有最有味道的姑娘啊。我告诉你啊，难道我的女人味不足吗？咱别开玩笑行吗？我是来办正事的。讨厌，来到这里的哪个不是办正经事的？我告诉你，从你进门的那刻起，我就已经爱上你了。我内心的熊熊之火已经燃烧起来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消防员，不会灭火。那就让我们的爱情都化为灰烬吧。要自焚的话，你一个人去吧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是来找那个新来的姑娘的，她在哪儿？你这个臭男人，你们都喜欢年轻的，可是我告诉你啊，还是老的会疼人。他在天字一号房。果然有妖气。我是飘飘。你是花妖？是啊。快快离开这儿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会想看见我？你让我去哪里？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总之别再让我遇见你了。经过我这些日子的考虑，我决定为他守身，因为我再也不愿见他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地方了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。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？答应我，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。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？把我自己都感动哭了。我要给心爱的女孩守身。为什么你们都喜欢新来的女孩？你问过那个女孩吗？她愿意让你们守身吗？怎么一个人喝酒啊？老兄，你说我们修道之人是不是见到妖精就得宠服？那也不能这么说，妖怪也有善恶之分。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，可是面对曾经回忆里的人，我想不起什么。
这也是我们修道之人必须要过的一关吧。什么关？情关。我一直过不了这一关。你是个特殊的人，得好好准备一下。哦，明天是什么日子？一个很重要的日子。从明天开始，注定了孤独的一生。难道明天是他生日？飘飘，嗯，我给你熟身了。我知道啊。嗯，那你做我的妻子好不好？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妻子。哎呀，很简单的，你可以慢慢学嘛。嗯，让我们过最幸福的日子。嗯，我跟你过最幸福的日子。那今天晚上我睡床上，你睡地下如何？可是地上凉啊。你躺下去试试吗？哦。飘飘，地上真的很凉啊。地下凉啊。嗯。你干什么？你再躺下去试试。哦。哎，下边不凉了，上边凉。上边凉啊。嗯。凉吗？飘飘，你还别说，这下上边下边都不凉了。那你就睡吧。哦。家娘，大姐娘，小妹妹的大姐娘，来走吧，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姑娘，哎，尝尝俺家新鲜的大煎饼，又香又甜，不香不甜不要钱。来尝尝吧。又骗了是不是？又看美女？没有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疼。你怎么对他这么狠啊？因为我是他妻子，就这点，是不是啊，相公？是。哎呀，疼啊，老婆！没看没看，哎呀，人都走了还看？没看。再给我转面。原来这就是妻子和丈夫的幸福啊！是，好暴力啊！老大，今天咱们上哪里玩啊？对。上哪玩都行。哎呀，对，整条街都是咱的，想去哪玩就去哪玩。哎呦，你们撞人了！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撞人了，你们赶紧赔钱呀！赔钱？我这是从你脸上踩过去了吗？帮主，这是碰瓷儿的。碰瓷儿？这是一种什么社会行为？就是想讹你的钱。哦，我有的是钱，我有的是钱，让他饿死他。对，有的是钱，有的是钱。我要是早碰见您呢，我早放了他了。
你像刚才那样多摔几次，你摔一次我就给你俩大洋，怎么样？啊？哎呦！喂，继续摔！继续摔！阿庄，干啥呀？来来来！这费用，哎！走走走是很累呀。嗯，你什么时候也能学会像别人的老婆那样对待自己的老公温柔些呢？我明白你不会的。其实这个我也会的。啊？你会？说，是不是看美女了？皮肤又痒痒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天仇对我不错。我到别的地方没有客栈住，可是到了这儿呢，不但有宽敞的房子住，每一次天仇还问我少要朋友。今天啊，是天仇的生日，我想给他一个难忘的生日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加油！你走了这么多年，也许我这辈子给你。大兄啊，你干什么呢？庆祝你的重要日子呀。你搞什么呢？我要给你一个难忘的夜晚。啊，等等，来，起。祝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今天是我未婚妻的忌日，你们是这么开心吗？今天不是你生日啊。飘飘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两个人过日子啊，就是一个人永远希望另一个人过得好，然后呢永远的想着他，念着他，他不开心了他也不高兴，他想哭了那个人也会一起哭，这样才是开开心心的小两口啊。为什么会想到他呢？飘飘，今天晚上我想睡床上行吗？可以啊，只要这碗里面的水不洒在床上，那你以后就可以睡床上。但是如果洒在了床上，那你以后就要睡地下。那我喝干它行不行？
你要是能喝，你就喝吧。喝完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真的吗？飘飘，我喝完了。那你现在想干什么？我想尿尿。过了今晚，我也没事。舒服。大叔，跑路吗？麦。怎么还不给我找男人？婆婆，最近都没有男人来找我。哼，你要骗婆婆，婆婆可是会生气的。飘飘不敢。天仇，不要，果然是你。不要，算你。别忘了。男人的梦想是什么？男人的梦想，男人的梦想应该是女人吧？嗯、老大，您说呢？
谢谢你救我。喝水喝水，不用谢。我昨天刚发过誓，你就来了，这就是缘分呐。不过我好像从哪里见过你。对了，你啊和我那梦中的老仙女长得太像了，就冲你长得这像的老仙女啊，我就得把你像亲娘一样凑着。谢谢你啊小伙子。哎呀可惜了可惜了。也许以后住在这里吸取男人的血更容易。飘飘，你好久没给我找男人了，你不心疼婆婆，婆婆可是心疼你呀。婆婆最近都没有男人来找我。婆婆明白了，你现在呀经常不和自己的本身在一块儿。哎，婆婆呀给你准备了一颗丹药，你吃了它就不会因为自己本身的精气不足而难受。来，谢谢婆婆。哦，那个忘了说了，这丹药啊需要和你男人的阳气相互配合，如果你总是得不到阳气，这丹药就会变成毒药。怎么这样？那婆婆，我怎么样才能得到男人的阳气呢？你过来。婆婆，飘飘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是吗？哎，飘飘，你的花叶子枯了，我给你揪下来。飘飘，飘飘，你怎么了？飘飘，这丹药啊，需要和男人的阳气相配。如果你总是得不到阳气，这丹药。飘飘，飘飘，你没事吧？飘飘，你是不是还想得到我？嗯，我可以把自己给你。给我开一间你们这最好的房间。几张房间啊？对呀、今天是情人节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房间啊满了没有？满了，往下一间。土豪，
订个房间，订你们这儿最好的房间。我，哎，好呀。那年一个春天十月，那年树荫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将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。家团圆回来，嫂子给老的拜年呐。看看我女朋友漂亮吗？有没有感觉到我今天像个王子啊？你别嫉妒我，还满意吗？嗯，挺满意的。那做我的公主你幸福吗？如果下次不吃面饼会更好点。不好意思啊，钱不够了。你放心，等下次情人节一定换一层牛排。嗯，我相信你。真的，遇见你啊，我挺幸运的。这一定是上天对我的眷顾。飘飘，真正的嫁给我好吗？做我牛家的媳妇儿。对不起，我想先去方便一下。为什么这双眼睛我是如此熟悉呢？不要再喝了好吗？喝多了对身体不好。你今天就要吸走那个男人的阳气是吗？你既然知道，但你是捉妖人，你为什么不收了我？因为你长得很像我以前喜欢过的人。告诉你，我如果今天不吸了这个男人的阳气，我就会死。你会怎么做？我不知道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你喜欢的人，但我是个害人的花妖，为了自己活着，我会去害一个好人。你会怎么做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这阳线一定会让我杀了你。
些。那个傻子是个好人，别傻看。再给你念一遍吧。不用了，我记住了。我们回家吧。啊？这我们不往下发展了吗？我今天有点不舒服。那好吧。为什么飘飘会用那样的眼神看这个开客栈的呢？而对我，他就没有一次那样看。还是年轻男人合我口味。活了活了，不活了！是不是？刚刚给你们飞机院死了？什么？帮主，一点伤口没有，但是被人吸干了。沈师姐，
太可怕了。是啊，无论让老夫人知道，我还得求人来给老夫人办堂会呢。哎，这事也太阴暗了呀。那怎么办？彪子，帮助交给你了。明白，我知道怎么办。好，弟兄们，把他抬走。江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你的头发，你看。我头发怎么变这样子了？我是不是生病了？我是不是快死了？我头发……不会的，飘飘，你别怕，我这就去给你找大夫。我自己去找大夫。没事的，大夫说了能治好，你放心，飘飘，没事，你放心。他是一个小花妖，他不是飞飞，我该去救他，救了他。是救了一个魔，还是救了自己对菲菲的思念？臭大夫，一定是嫌我没钱才不给飘飘治病。我要挣钱，我要挣很多的钱。包总，包总，包总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包总，你给我点钱吧，包总。帮助我，求求你！闪开！帮助我，帮助我！哎，啊！起来！你是干什么的？哎，帮助我！哎，给我打！帮助我！帮助我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帮助！怎样？咱玩个游戏，只要你啊从我的裤裆钻过去，我就给你十个大洋。怎么样？好，行，我再来。彪子，给我剑，好嘞。赏你的。我有钱了，我有钱了，彪彪，我有钱了。我是否这样喜欢过菲菲？钱是救不了飘飘的。我可以救他，带我过去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救你的。可是你说过你不知道的。也许我是在救我自己吧。飘飘，他说他可以救你。我知道。你先出去吧。
你种的是花朵，你吸了他的阳气，这样你就会好。可是你也说过，我不能还一个好人，我不想让你失望。会死吗？关系吗？我总觉得你们两个人对视的时候，那种眼神不一般，就像前世的恋人一样。别误会，你别傻了，我跟他是不可能的。其实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我觉得你很在乎飘飘，是这样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飘飘是个花妖，你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